的冠顶是保留在原来印度国王太子要继位成为国王的时候，他会接受冠顶尊贵的仪式。接下来，希望这个国王转轮圣王，请看经文。他另有具有七宝，待会可以给你看七宝，同理四大部洲，皆得自在。而且呢，这个转轮圣王非常有福报，他非常会生一千个儿子。为什么他要助手啊？知道吗？一个国王可能要有很多部长啊、国会议员啊或文武百官啊，所以他有千子具足，而且每一个人呢都是勇猛端正、相好端严来护持自己的国王转轮圣王统理天下。而且因为他的功德力很大，所以可以吹拂怨敌，跨过国王的大地，然后呢无有穷尽。很特别的是呢，他从来呢都不会处罚人民，叫敌责罚皆停，还有刀杖不举，就是国家从来不用拿兵，也不用拿刀，也不用拿枪，也不拿各种的战争的工具。所以全部的人都做什么呢？共同都修行无上的佛法跟正法，人民都普遍的平安与快乐。好，接下来看一下西藏式的轮王七正宝。那刚才讲冠顶这个仪式来自于印度文化，后来传到佛教的时候是在藏传佛教把它保留的这个仪轨。所以现在在藏传佛教，你就可以看到在大殿里就会供养着叫做轮王七正宝，有象宝、马宝、车宝、玉泥宝，很多的宝，伞盖宝，这有七个啊。这就是为什么西藏佛教的大殿会供养这么多东西，因为它代表轮王的七正宝。接下来再看，把它延伸以后，藏传佛教轮王既然是转轮圣王，就可以转动法轮，所以西藏有特别的叫转经轮。这是我在尼泊尔加德满都旁边的猴庙而拍的，你看一排的转经轮。西藏人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它是来自于经文的根据，里面呢还有放经书。因为老实说，从教育的角度来讲，西藏人的教育并不普及，真正能念书的呢只能到寺庙去做喇嘛，去学经文，你才会念经。传统的人他是不识字的，每天就是种田或是养畜生，然后呢挤牛奶做酥油，就是简单的过活。所以西藏人会很羡慕可以读懂经文的人是很有智慧的，所以因此西藏的文化就发展把所有的经文包在那边，这样念一遍，就全部呢就得到加持了。当然这是他的文化，你真的相信这样转一转就全部读完了吗？我想这是一个心灵上的这个祝福与加持啊，师父没有批评的意思。接下来你看，所以西藏人每个寺庙门口都会按的嘛 ，Om Mani Padme Hum 的转经轮，进一步呢代表法轮常转的意思。你可以看到南传跟大乘就没有啊，我们在不会在门口呢转一个呢，好像轮啊。可是这是西藏佛教的特色，因为它有它的文化背景，所以西藏人是很重视这个转经轮的。甚至呢，你看到西藏人跟你讲话，对不对？就拿一个这样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对不对？我们中国就没有嘛，对不对？为什么没有？因为它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好，接下来再看，悟四，41页第六行。福慧圆中升天，请看经文。善男子，刹帝利种，灌顶大王，成就如是第十种轮。由此轮故，于四大部洲及84000的小洲啊，安立其中诸有情类十善业道。请把十善业道画起来。学佛真的要从十善业道经里开始做。所以这个月讲经完，我可能下个月或下下个月就会在新加坡开始流通十善业道经。谢谢去年吧，阿呆在这个宽济念佛堂也有流通两片的十善业道经，全部都送光了。其实任何佛门呢，应该从十善业道开始修。为什么呢？
因为十善业道是佛出世跟佛不出世一切众生善根的根本。假如他这个人守五戒十善，就会很有善根，就会一切会吉祥如意的。请看经文：善守护身，令增寿命。善守护身，令增寿命。身坏命中，当生天上，受诸妙乐。这个呢，就是他福德智慧终于圆满的后，就会升到天上了。好，讲到升天，我又再继续说一下地藏菩萨的感应。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地藏菩萨呢，就真的呢度自己的家人而能够升天的。好，请看，请听师父讲啊，在台湾呢，彰化是在南部，北中南南部，有一个口天吴吴姓的居士夫妇，他们平时呢也是很虔诚护持道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爸在一年多前就往生，而且往生的时候，他的应该讲公公吧，对，公公呢，对不起，他的公公往生，他的公公本身造了很多恶业，可是因为他这个吴姓夫妇一辈子很虔诚学佛，也做了很多功德，甚至在爸爸呢要往生前，从最糟糕一直努力到呢，他真的往生了。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力。好，请专心听。他说，吴太太有一天向我们描述，她的公公往生的时候，她总是留上无上的法喜。为什么呢？因为啊，她事实上公公生前很喜欢吃鱼跟肉，每一餐都是吃鱼跟肉，然后叫他吃素啊，他就破口大骂。他并不喜欢吃素，可到年老的时候，身体病痛很多，常常会看到呢冤亲债主跟孤魂野鬼在他的床边，然后他呢公公就说：“赶快走，赶快走，不要来，不要来。”然后他就问他：“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很多幽冥界众生，而且呢有很多都是我吃过的鸡鸭鱼肉，通通来找我了。甚至更可怕的是，他身上公公呢往生前呢身上发出的臭味呀、啊，就跟鱼肉的臭味是一样的。”这时候，我和我的先生吴居士就劝议他皈依三宝，一心想阿弥陀佛，而且念弥陀的圣号，他接受了。因此在去年他没有往生前，7月15号他开始，他就自己说：“女儿啊，我想吃素好吗？”他说：“当然好啊，那爸爸我就为你准备吧。”然后他就吃素以后，然后就持斋念佛。因为他一吃素持斋念佛以后，他旁边看的幽冥界众生就不见了。后来过了几天，他又继续念，因为他生病了嘛，他当然很恳切的念。念念以后，他跟我说：“女儿啊，我看到了很多水池跟花园，甚至我听到了很好的音乐，都在房间。然后呢，我觉得非常的安详，一直到呢，他要往生之前呢，他都很安详的，没有痛苦，笑着就走了。”这时候，因为我跟我先生看到他这么痛苦，我们就一天每一天为他诵地藏经，求地藏菩萨。他说：“地藏菩萨，我的公公啊，一生做了很多很多的恶业，对不对？请你慈悲的原谅他吧。”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很专注的呢，帮他助念。断气的时候，全家人请师父跟莲友念了21个小时。最后帮他换衣服的时候，他觉得身体非常非常的柔软，而且脸呢笑得很不可思议，最后就火化了。火化以后就请到了普里的地藏院安放。好，接下来当天下午他就开始做七，因为他公公往生的时候呢，第一个期遇到寺庙里的地藏法会，第一个星期法会，他就觉得非常有福报，因此全家人呢就到这个寺庙里为公公跟一切的众生念这个地藏经。说着说着呢，他就一直念上卷、中卷、下卷，念到下卷快结束的时候呢，我啊就亲自看到二楼啊地藏菩萨的佛像放光，他本来在一楼啊，二楼就看到了，没有障碍，
地藏菩萨放光，而且放大越来越大越大，而且地藏菩萨手中就捧着他自己过世的这个公公的幽冥界众生的亡魂，就捧在莲花上，然后一直往他看到了呢，就泪流满面。他说：“的的确确呢，地藏菩萨度了我家人，起码让他没有三恶道，堕入三恶道。”所以他就非常的高兴。当然了，因为是头七，那他们也知道公公在生做了很多很多恶业，所以他们就不放弃，就继续念，继续念，就回家哦。家人轮流每天就要念一部地藏经，念地藏圣号。结果到了二七的时候呢，又去寺庙，然后参加法会，回来的时候呢，哎，家属中有一个人就梦到了地藏王菩萨带着公公往前走。很有趣的这一段是，他每经过一个门呢，哎，就往前走，地藏菩萨走前面，他的公公就跟着后面乖乖的合掌走，走第一门、第二门、第三门，到了第四门了，突然关了起来一下，结果呢，门没有开，地藏菩萨就拿席杖咚咚咚，脚一踢，嘣一声，这门就开了，他公公就很开心，就往前走。结果走到第六个门以后啊，就一片光明。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地藏菩萨就讲话：“赶快过去，不要回头。”这时候啊，公公一往前走，然后就消失了，坐着莲花往生了。这时候呢，他们家人做到这个梦以后，他们对于地藏菩萨的悲心啊、愿力啊、功德力呢，都会呢更感动而广大无边。好，接下来又继续做七，好，一七、二七、三七。我插播一下，华人大部分说第一个七或第三个七跟最后一个七，不然起码就是有头有尾，或做百日，这都可以。好，因为他们家呢很虔诚的佛教徒，继续念了四十九天的七，到了第五个七的时候，那天又碰到了地藏法会。可是大家知道台湾很不幸，常常会有台风，对不对？还有有时候也会有地震，就那个时候刚好台风来，而且他们家呢可能还要开一两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到寺庙。那新闻报道就说今天有台风警报，有台风要入境，那他们就想，我要不要去呢？他说没关系吧，我们就开车去吧，不过小心一点。所以一路上呢，他们边开车的时候，先生就放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的 CD。那太太呢也是很虔诚的，一直念地藏菩萨，就到庙里，然后庙里呢大家就一起诵地藏经。那时候外面啊真的是台风天了，狂风暴雨啊，窗户咻咻的叫，可是大殿里哦大家都很安详，没有恐惧，然后继续的呢把那天地藏经上中下卷就诵完了。最后回向，回向以后呢，本来从那个寺庙埔里回到彰化呢，只要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车。结果那天因为台风啊，交通比较不方便，结果他们就足足开了四个小时的车。可是，一路上呢，他在车上都放地藏菩萨的 CD。最后呢，就第七个七的时候，就碰到了出家人的盂兰盆会。最后，他就把丧礼所有人供养的白色的奠仪通通为公公打斋供种，而且供养三宝，希望他来生好好学佛法，将来成愿再来广度众生。后来他发生了这桩事情以后，他讲给他左邻右舍的朋友听，那大家很感动。最后有一个莲友就拿出地藏经，对他的经文说，地藏经有一段经文说，是诸众生所造的恶业有无量的苦果，假如一定会堕地狱的话，因为家人为临终人修这个地藏本愿经或念地藏圣号的圣音，因此一刹那之间所有的重罪都消灭。若能够为家人死后七七四十九天内广造众善，家人一定会永离恶道，甚至得生天上，受无上的妙乐，将来一定会学习佛法，而且必定成佛。好，这个故事有点长，就是说明，你看他的家人本来公公啊是完全不学佛的，在往生前一年，对的，一生呢造了很多恶业，喜欢吃鱼吃肉，可是碰到呢自己有这么孝顺的这个子孙，夫妻虔诚的为他修持做功德，最后他能够升天了。可见再回来看幻灯片经文，假如我们生的时候在座各位已经很有福报，
你得了人身，又生在有福报的新加坡国家。你也听闻的佛法，最重要是你的心不要放逸，对佛法要有强烈的正知正见与信愿行的心。你修任何法门其实都很好。我来了新加坡，阿弥陀佛、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菩萨，我通通都赞叹。为什么？因为每个都好。重点是你对佛菩萨要有信心，但是在众生以众生很苦的角度来讲，悲心愿力最广大的是谁呢？是观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所以希望大家听了这么多感应故事呢，你应该对佛法更要有信心。所以我真诚的期望啊，在大殿有，起码师父这次送了你一张弘一大师亲自画的地藏王菩萨。我知道新加坡人有些呢庙家里比较小，对不对哈？佛堂都很多很多了，都大圆满也大爆满了。希望你供一张地藏菩萨吧，好好点供一杯水，点一盏香，点一盏灯，或是啊点一些香，或供一些花，这样子地藏菩萨就会永远护念你。地藏经里面讲，难言福地众生，只要一头足、一瞻仰、一合掌，地藏菩萨绝对不会放弃你。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多年前在狮头山，我还没有出国的时候，我们狮头山是一个很好的旅游胜地，也常常会有很多观光客来爬山运动，有些是信佛的，有些是不信佛的。那很惭愧的说，当时呢寺庙里只有我一个人会讲英文，所以我遇到很多外国人来台湾啊旅游，经过我们寺庙，那我都会很主动的去招待他，那我就会请他吃个斋饭，免费的。然后呢走的时候，我一定会叫他烧一个香到地藏菩萨面前发愿。我说你尽量发愿，你发的愿量啊你发的愿望你一定会圆满。他说我发一个愿呢还是发很多愿呢？我说你可以发很多愿， You can make you can make many wish as much as you can， 就说你尽量发愿。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烧香，我就会说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加持他一下，他虽然是阿斗啊外国人啊，但是他也是有佛性的，对不对？世界这么大，他会来到我们的庙，希望你啊加持他，希望他今生或来生啊会遇到佛法。这个就是我度外国人的方法。地藏菩萨的功德力很大，有时候你到庙里面来，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到外国人没关系，他可能只是看一看，觉得这个庙啊宽济念佛堂呢造型很好啊，对不对？没关系，可是呢你起码可以请他来烧香，给他一杯水，我跟他讲讲话，给他结善缘，走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叫他到地藏殿呢去烧一支香再走吧。一般人外国人，除非他是基督徒天主教徒，他说不要也没关系，那你说你合掌啊，这样子问讯也可以。如果能够烧香过更好，为什么？因为烧香他心里会升起广修供养的心。好，请看下面丁二，立身为上，41页到42页，成就佛轮。请看科判，悟一，广施涅槃大乐；悟二，自他诸漏永净；悟三，住安隐得无畏。好，请看经文，第一个，广施涅槃大乐又分三段，悟一。请看41页第12行，诸佛护念。善男子，如是以来，如是如来，在过去行菩萨道，证到菩萨位的时候，对于自己跟他人呢，都有无量无边的种种烦恼病，他以戒定慧作为香水。看幻灯片，师父有用把字换过来，灌顶洗涤他的身心，就像斋戒沐浴，以四圣地的教法跟大慈大悲的法水灌顶他的头，着着惭愧的衣。这时候虔诚发愿，十方一切的诸佛世尊啊，都会以各种静虑等持，就是禅定等持精进方便智意慈悲护念。这是讲菩萨会以诸佛菩萨会以六度波罗蜜的功德来护念。接下来做什么呢？己二，堪成法系，闲坐是言。如是地大事啊，
是有大福慧、庄严宝器、堪容一切三种不共、不护、四无所谓、如来实力及十八不共佛法。这些呢，佛学名词可能你要去查佛学词典。师父很抱歉，没办法一个一个字讲。什么叫四无所谓？佛们叫做佛的实力，什么叫十八不共法？这些就是成就无上佛果的功德。接下来再看，堪得无上一切智，顿号智，看幻灯片，这是讲一切智，是讲根本智，他没打错字，我故意把它分开。一切智智的第二个智是指厚德智。我再讲一遍，前面的一切智叫根本智，后面的智叫做厚德智，这是出自于华严经。那地藏菩萨一样会加持，而且地藏菩萨也证到华严三昧，所以他大慈大悲，无不具足，而且常心利乐一切的众生，是求无上的佛宝，就像商人啊引导一切的这个众手一般，他能救一切的有情生老病死的众苦，而且具有广大的慈悲心，可以布施给一切的有情涅槃大乐。我等一切诸佛如来世尊应该以诚言来帮助他成就为无上的法器，因为这样的刹帝利灌顶大王呢，将来是会就近成佛成为法王的。所以请看经文，与其所愿满他的愿望，我令他将来成就无上的如来应供正等觉等，得到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无上的大法，最后成为大的法王。所以当我们讲这个人叫法王，比如说大宝法王或西藏达赖喇嘛大法王，其实法王他的功德已经等同于佛。西藏人不是随便都可以称为法王的，那佛叫法王，菩萨叫什么？法王子，就是他的意思，表示菩萨将来会继承佛的法位而成就无上的功德。接下来再看经文，悟三己三所愿必满，我于尔时依福慧力勇猛精进，于四圣地的教法如实之矣，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好，看幻灯片，这一段很重要，请做个记号。为什么能够所求满你的愿？有四个条件。第一个，要有福报跟智慧的力量，叫福慧力。第二个，你要勇猛精进，你必须很认真的努力去修持，你的愿望才会圆满。一般人所求而不能圆满，是因为你精进力不够。第三，悉于四圣地如实之矣。虽然这边的经文讲四圣地如实之矣，其实广义的说是指你对佛法真的如实的了知，而具有深信的信愿行的力量。最后第一，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就是你希望所求一切的愿望，不管世间跟出世间，最后你都要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你今天或许有苦难，身体可能不太好，来求佛菩萨，求地藏王菩萨。你或许最近因为公司老板裁员，你很紧张，觉得工作压力很大，你觉得生活也很紧张，你也可以来求地藏菩萨。你或许也因为呢，最近呢家人常常吵架，莫名其妙呢大家家里都不太和，你也来求地藏菩萨。这些你所有的祈求，世间的地藏菩萨也会满你的愿，但要加一条，愿一切众生都成佛。为什么？因为你只祈求世间的东西的话，世间有些你会圆满，但是你要有耐性，并不代表你求就会圆满。为什么？因为你的福德智慧的功德力还不够，所以有些祈求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圆满，可是有些祈求呢，你可能需要经过三年六个月半年的努力，有些祈求你可能会遇到要两年三年四年都一直努力。最近几天会客让我师父有很大的感触，
当然很多莲友都很真诚，也很愿意改变，这是让我感动的地方。但是我会发觉有些莲友啊，部分莲友不是全部，因为对佛法不是很了解，所以他心都很急，都会跟我讲，师父我都做了，为什么都没有改变？答案，你做的太少了。并不是说写一个牌位超度一次就可以解决的，你想想看，你无量劫生生世世轮回里面，你造的业啊是这么多啊，又不像你去买马票一样，对不对？今天付了钱，明天就中奖了，没有那么快的。假如那么快，请你告诉我，那我会先比你先成佛的。成佛真的要有耐性。那为什么有耐性呢？因为你心中有佛法。假如你没有耐性，你都会有很多怀疑，你都会说这个我也做，那个也做。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业力现前就像海浪一般，海浪其实是很可怕的，对不对？好，各位若有机会到圣淘沙去看夕阳，海是很美的。可是你若在台湾看到我们台风来，海边狂风暴雨，那是很可怕的。我们业力现前就会这样，让你身心都很不安稳，睡觉做噩梦，然后所求都不如愿，然后心也会很痛苦，甚至会担忧。答案是什么？只有一个方法，继续做，不要放弃。这是我公开的回答，因为很多人都会跟我讲，师父我都做了，为什么没有改变？答案，因为你的福德力够不够，你没有勇猛精进。但并不代表你现在做的没有效，假如你没有效的话，你就不会遇到佛法，你更不会来欢喜听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的，对不对？所以我可以肯定跟你说，我们啊，这个 part 1, 2, 3 都是地藏王菩萨放光啊，放到呢宽济念佛堂，让说的人欢喜，听的人也欢喜啊！啊，阿爹今天跟我讲说，讲经的时候听说后面有人在哭，你不要讲，不用去想，为什么？地藏菩萨度幽冥界的众生啊，不是只有你这个看到的几百位啊，师父看到的是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在听经啊！你说，哎呦，师父好可怕，那我待会出去是不是会碰到？不会，你是虔诚的佛弟子，他会合掌恭敬你的。凡夫往往只看到眼前的东西，所以你很计较，你有求不一定满你的愿，而且你有求又不懂方法，那当然也很难满你的愿。好，再讲一个故事鼓励大家，好吧？有一个叫做戴斗笠的地藏王菩萨，是一个很穷的老太太跟老公公。好，这个故事呢，在日本的佛教界也常常流通。很久很久以前，日本乡下住着一个老公公跟老太太。因为这个故事有点长，不过我尽量讲重点哈。因为他很贫穷，所以每天都过着很贫苦的日子。有一天，他到了快要过年了，老公公就对着老婆说：“哎呀，明天就是新年了，可是我们家穷到了什么都没有。哎呀，老婆，我真对不起你啊，你跟着我一辈子都受苦啊，那连年糕都没有吃啊，没得吃啊。”那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到你代替年糕的话呢，那也可以。所以呢，老公公就边讲就边找。后来老婆说，没有关系啊，我们房间里面有晒掉的细的这个稻草，细的竹竿那样细的稻草，那我们把它来编好不好，编成斗笠好了，我们两个人慢慢编，反正闲着无聊嘛，我们就编。那我们呢，编了斗笠以后，明天是大过年前嘛，镇上都会有卖东西啊，那你就试试看卖，假如我们编出来的斗笠呢可以卖到东西的话，那我就可能买年糕呢回来给老婆吃了。听着呢，他们就很开心啊，就把他两个人一起做啊，两个人很开心，然后虽然很贫穷，他们很高兴，因为突然觉得呢，哎，老公想，假如我换成钱的话，我一定买很多年糕，也买的萝卜，煮一道好菜回来。结果第二天，就因为大年初一之前，菜市场非常非常的多，都在卖松木，有卖这个过年要的东西，有卖很多很多东西。那老公公呢，就站在马路上大喊：“谁要买斗笠呀？谁要买斗笠呀？新的斗笠呀，我要卖你呀！”结果答案是没有人要买。这时候呢，他想：糟糕了，没有人要买，那我就没有钱买年糕啊。老婆可能会很难过吧，可是没有想到呢，因为天色开始下雪了，日本下雪，北海道边下雪了，大家就往回家走了。
雨雪越下越大，这时候他也冷了，他想糟糕了，我做了五个的斗笠呢，竟然都没有人买啊，那我就回家吧。回家的时候呢，哎，没有想到呢，他走一走，走到了一个路上，突然看到了，哎呀，糟糕，下雪当中啊，有六个地藏菩萨的这个雕像就盘在里。他突然想，哎呀，地藏菩萨，你一定很冷吧？对不对？大家都回家过年了，怎么你在这里呢？这时候，这个老人家，贫穷的老人，升起了一念真诚慈悲心，就想说，哎呀，地藏菩萨，你这个六个排在一起啊，都在雪里，他就挖一挖，挖一挖，把头挖起来，就说，哎呀，地藏菩萨，你真可怜，很冷吧？他想，这边的地藏菩萨脸都冰凉了，那这个地藏的菩萨呢，鼻子呢，都挂着冰柱，最后他想，哎呦，干脆哦，反正我斗笠也卖不出去，我这五个的斗笠就供养你地藏菩萨吧。他就很可爱的这样，一二三四，那就每个把它带上去，还把绳子绑好。好，因为他只有五个斗笠嘛，不是有六个地藏菩萨吗？啊，结果拜到最后一个了，糟糕，地藏菩萨我没有，哎，我还有个围巾，有点臭臭的，你不嫌弃我，我就帮你绑起来。他就很虔诚的合掌，他心里就很欢喜，然后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他就老婆就看到他说，怎么样啊，今天卖的斗笠如何啊，你手上的东西都好像都卖光了。他说，答案不是啊，很惭愧的说，老婆，今天生意不太好，过年没有人要买斗笠啊，我这斗笠呢通通供养了五个地藏菩萨，你看连我的围巾啊，那个最臭的包头的我都供养了。老婆呢听了不但没有难过，然后他还觉得呢很有感动的说，哎呀，老公啊，你今天做了一个很好的善事，想必地藏菩萨也很冷吧，那我们就坐到炉炕上去取暖吧。炉炕上取暖以后呢，然后呢，因为呢他们什么东西都没得吃，所以坐在家里，然后他们两个呢就开始演起戏来，就好像拿糙米一样，你知道吗，有石柱然后这样打，然后两个人就在聊天，打着打着呢，老婆也笑呵呵了。后来呢，老婆很细心的就煮了一些这个汤，然后呢，煮了一个汤就给他喝，就是随便的那个草啊，拔来呀、啊，拔了呢，因为家里没钱嘛，就打汤。然后在煮的要喝汤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呢，哎，起来，突然有人拉雪橇来了，叮叮当，叮叮当就来了。他说，哎，奇怪了，这个这么晚了，我们也没有认识人呢，是谁呢？然后呢，可是呢，他就打开门来，然后就看到了呢，有年轻人送货来。哎，他说，请问你这个地方有人在吗？然后呢，他说，你是谁呀？他说，哦，他看到了六个人，而且拿的就是他头上戴的那个斗笠，然后拨下来，请问你是老公公吗？老婆婆在这里吗？他们吓了一跳，结果呢，就把所有的师傅排在他家里，然后呢，结果呢，他的老太太真吓了一跳，就往窗户一看，原来是五位啊，对不对？应该事实上是六位，就五位啊，地藏菩萨戴的就是他们家老公跟老婆做的那个斗笠，还有另外一个戴的围巾，然后送米、送饭，还有送菜来，而且还有萝卜，还有他喜欢吃的牛蒡跟豆酱，然后呢，一切都送来了。那天他感动的就哭了，原来是什么？地藏菩萨来送货的。这是在日本很流行的一个真实感应录。而且这个感应录呢，流传了好几百年。好，也就是说，地藏菩萨他是会满你的愿望的。你看，他本来是很贫穷的，对不对？老公公跟老婆婆，他本来呢是想要去街上卖斗笠，可是实际上没有生意啊。可是他在经过的时候，他一念悲心，对恭敬心升起。事实上，他石雕嘛，他看到地藏菩萨你也会冷吧，所以他就把斗笠给供养。最后一个呢，因为它只有五个斗笠，有六尊地藏菩萨。其实这六尊地藏菩萨，我以前讲过，就是代表六度地藏。我不知道有没有图，我记得以前有给各位看过。哦，有看到了，好，再来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这个故事。来，
地藏菩萨也跟观音菩萨有关，叫六臂如意轮观音，这个我放过。在日本你会看到这个地藏菩萨的造型有六个手印，好，造型拿的东西不一样，你看有一个是拿灯的，一个拿席藏的，好，它有六个，所以叫六地藏。你看在六臂式的地藏王菩萨也跟六臂如意轮观音一样，代表地藏菩萨也可以度六道众生，满你的愿。好，你看早期的造像里地藏菩萨也有六只手的，就跟新加坡这个佛牙寺的六臂如意轮观音是一样的。再看好，地藏也有叫水子地藏，你看这三个地藏菩萨啊，造型就不一样，中间拜五方佛宝冠，旁边呢就没有。更有趣的看水子地藏，就是地藏菩萨旁边有小孩，小孩也很喜欢地藏王菩萨，小孩不是只有喜欢弥勒菩萨，其实地藏菩萨也护念孩子，叫送子地藏。所以在日本延命地藏法门是非常流行的。那这里就讲这日本的雕像里面呢，常常会有很多是地藏王菩萨的雕像，所以这六个地藏菩萨就是这样来的。再来看地藏菩萨延命地藏法门，这我在去年10月5号有讲过。所以地藏法门呢，你到日本会走到很多的寺庙，在乡下啊，他们拜地藏菩萨的这个普遍信仰就像我们拜土地公跟土地婆一样，但地藏菩萨是圣者，其实他是古佛再来的，现为声闻像，所以这个对老公公跟老太婆呢，哎，他就没有饿死了，而且还遇到呢这个六个地藏菩萨向圣诞老公公来送货给他。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启发，新加坡的老人如果没饭吃的时候念地藏菩萨吧，会有人来敲门吧，敲门送食物给你吧，对不对？你不用担心，不一定地藏菩萨现自己亲自的像会来送你，但是呢地藏菩萨他也会来满众生的愿望。好，请看下面的经文，物二，请看41页最后一行，物二，自他诸漏涌尽分三，请看翻过来，己一同理自在。善男子，如转轮王同理四大部洲皆得自在，如是如来于四净律、四无色定、四种梵住、四无碍解、四圣地观、四无所谓、如来实力及十及与十八不共佛法，一切种子皆得自在。意思是说，这个刹帝利转轮圣王修了这个十轮，到了第十轮，其实我接插说一下，这十轮呢、啊，在有些注解里面也配合华严经的十地，所以到了第十轮的时候，其实它是等同于法云地的菩萨11地就成佛，所以这时候他对于佛的一切种子的功德都是自在而且通达的。如转轮圣王一样具足七宝，如是如来成就七种菩提分宝，这里七菩提分就是这个所谓七觉知菩提分。那世间的轮王他是具足有形象的七宝，可是如来是成就无形象的无上菩提的七种分宝。如转轮圣王一样，他成佛的时候也有1000个弟子，这里的千子是指1000个弟子，就像阿弥陀佛过去当转轮圣王的时候，他有1000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第二个儿子是大势至菩萨，第八个儿子是普贤菩萨，第七个儿子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转轮圣王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其他的佛菩萨也曾经做过他的儿子，这叫转轮圣王具有千子具足。所以当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呢，第一个儿子跟第二个儿子观音跟释智就发愿做爸爸的住所，当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的时候，我就做西方三圣的两位助手，西方三圣就是这样来的。
那他为什么转轮圣王要有千子呢？因为要一千个儿子呢来帮助他，这样子他就能够统理国家。所以他们的一千儿子都是勇健端正，能吹拂各种敌魔外道。好，接下来再看己恶眷属圆满，如是如来有阿若多，还有焦成那为最初，苏拔陀罗跟苏次多为最后。这里讲的如来，先举释迦牟尼如来做例子。阿若多跟焦成那就是佛在鹿野苑，各位若有机会去印度瓦拉纳西鹿野苑的时候，佛度初比丘、五比丘，第一个就是焦成如，或叫做焦成那尊者。也就是谁呢？也就是《金刚经》里佛当忍辱仙人杀他的那位割力王。割力王过去佛被他杀的时候，他考验佛陀嘛，忍辱仙人，佛不但没有恨他，他说愿我成佛之后第一个来度你。所以焦成那尊者前一世就是割力王。所以你看佛陀的功德力，当众生害他的时候，他发愿不但我不会伤害你，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你。所以佛度五比丘的时候，阿若多跟焦成那就是他初转法轮度的五比丘之一。接下来苏拔陀那跟苏次多呢，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一生讲经说法最后入灭之前最后度的两个人。佛度完他以后就入灭了，佛就说已度者得度，未得度的人我也种了得度的因缘，就准以后的佛菩萨会度他。这两位就是释迦牟尼佛最后得度度的众生，所度的众生在娑婆世界最后的两位众生。意思是说，请看经文，诸大声闻从佛的心中而生出来，从佛的口当中而生出来，依着佛的正法而去修持，就像化身一般出来，所以诸大声闻都得到佛的真正正法的味道。而且这些人呢，当他烦恼漏尽的时候就称为勇健，具有四种梵住的时候就称为端正。所以看幻灯片，所以阿罗汉圣者呢都是勇健而且端正的圣人，在这里是特别讲他们的功德。接下来，能吹拂一切天魔外道，议论怨敌，如转轮王教化八万四千的小国跟一切的众生，他都能够得到自在。好，今天先讲到这里，明天讲己山法音片满，一直讲到43页经文结束，然后我就看时间讲多少就算多少，因为明天最后要点灯。对不对？明天是最后一天嘛，啊，没错啊，我没记错啊。明天最后一天点灯，然后我会把经文全部讲完。可是先别急，在还没有结束之前，我今天还要再讲一个很感人的故事给你听。好，给我师父5分钟，好不好？好，也是地藏菩萨的感应录，因为我看了我很感动，甚至我看到的都流眼泪了。好。标题叫黄泉路上的奇迹。好，在台湾，有一次台北市，因为缺水，你知道现在呢全球暖化，然后就是会缺水，所以台北呢会分期限水。限水呢有一天在夏天的时候，艳阳高照，人走在路上啊都喘不过气来，那马路柏油路呢都热腾腾的。刚好呢，7、8月是台湾暑假最热的地方。8月18号的下午，突然下大雨了。本来是很热了，突然下大雨，下大雨。突然有一个居士叫鸠王秋，他呢，就骑着车子，然后呢，下午2点15分的时候，骑着车子送养乐多，我们台湾叫养乐多。你知道吗？就像优格一样，小小的饮料，养乐多。台湾呢，养乐多还有不同的厂牌，这个厂牌叫健健美。那他就送了，结果送的时候呢，因为下大雨，本来很热很热，突然下大雨，
下大雨呢，他就停在一个路口，没想到后面有一个指南客运，指南客运就是所谓的像你们这边的公司巴士。结果呢，他开得太快，要转了，结果不要了，没有看到他，哎呀，就撞到他了。一撞到他的，他的车子呢是立刻夹进去了，然后呢，人也滚进去了。照常所有看的，糟糕了，这时候可能没命了。可是呢，在他那一刹那之间，他也惊慌失措，他想这下完了，我可能没命。可是在卷下去的那一刹那，这样车子啊，因为向右转嘛，然后一打到以后，他翻转以后呢，那个摩托车就卷到那个卡车的底下，然后拖了很久，然后有人叫他停下来，停下来，因为有一个人被卷进去了。那他的感觉就像什么呢？就被卷进去的时候，因为轮胎已经完全破了，车子也毁了。可是呢，他因为被卷进去，刚好卡在中间，卡在中间。这时候呢，司机呢就非常紧张，糟糕了！大家想，这下这个人一定没命了，就算活下来也是半条命没了。就所有的呢，游客就下来了，计程车司机很紧张，因为下大雨，根本没有看到他，在转弯的时候就撞到。结果这个时候呢，就赶快来救他，结果他卡在车子里面。那所有计程车呢，哎呀，司机也来帮忙，这个车上的男众呢也把他拉出来，这样，然后也拉不出来，拉不出来怎么？因为他刚讲卷得进去，怎么会拉不出来？很有趣，卷进去那一刹那之间，轮胎刚好卡在中间，所以他有个空间，所以他卡在那边，啊，就觉得整身都是热热的，啊，就觉得有人推他一把的感觉。待会我会讲，其实就是地藏菩萨救了他，为什么？因为他挂了一个地藏菩萨的佛牌在身上。然后呢，这时候呢，他被救了以后呢，当然啦，啊，他们就想尽各种办法，打119，警察来了，救护车也来了，然后呢，连那个警察都来了，然后就先把他送到医院。他想这下一定没命，结果那个警察来啊，总是要拍照做记录的，就想糟糕了，车子撞到这样，那个摩托车全部都烂，他想这下这个一定没命的，有命的话也剩半条。后来他再送到这个医院当中，他躺着，他心里就一直念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然后呢，到医院里面，当然人家会看呢，啊。你想这样的灾难呢，竟然呢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然后呢，警察就问他做笔录说：“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撞你的啊？”他说：“有啊，指南客运，我们台湾叫指南客运，就是你们这边的公车。”然后警察就笑一笑：“还好你没有脑震荡。”然后呢，那个呢，周太太呢，周小姐就是这位居士啊，叫周王秋。她说：“那我的摩托车呢？”他说：“天哪，你的命很大，你的车全毁了，你真是命大。然后呢，你还活下来，大家都觉得奇迹的。”后来呢，因为他们呢送到医院里面，也怕他有问题，基本上医生都会帮他做脑震荡，全部的超音波，看他有没有呕吐啊，对不对？没死也会被吓死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看三天竟然什么反应都没有，而且很健康，然后就回去。这时候回去的时候，全部人都说：“你真的是不可能的，真的是奇迹。像这样的车祸，那个人呢身体呢都已经是烂掉了，或头已经断掉。”后来他想一想，为什么呢？原来啊，他曾经拜过地藏菩萨，而且他的有一个公公送给他地藏菩萨的佛像，他挂在身上。后来他就打电话问说：“公公，我们想谢谢你，到你家来拜地藏菩萨好吗？”他说：“什么事呢？”他说：“电话里不方便讲，只是有点车祸，但没受伤。我想来过来谢谢公公送给我的地藏菩萨的佛像，挂在身上。”后来呢，他先生呢，哎，也吓死了，因为太太发生这种车祸，真是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就载着他就坐下来。他讲以后，他全部人都听了，哦，天哪，那样的车祸你竟然没有死？哦，对耶，我身上一点刮伤都没有，几乎不可能。后来他想，哦，公公，因为我身上带了你送给我的地藏菩萨的项链啊，那呢，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念地藏菩萨。后来他公公跟他讲，那是地藏菩萨救了你啊。后来呢，他听完那一刹那，他就放声大哭而感动了。然后呢，所以那个公公就劝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地藏菩萨的大悲愿力啊，这个
保护你。我其实他的公公是很善良，碰到别人都喜欢讲佛法，也鼓励别人。他说没有想到，我只是送给你一条地藏菩萨的项链，戴在身上就产生这么大的力量啊！地藏菩萨的功德力太不可思议。后来他就劝这位周居士呢，回去好好念地藏经。后来呢，他们全家呢对地藏菩萨就会产生很深很深的信愿行。好，故事讲完了。各位想想看，一般人发生车祸怎么可能毫无损伤呢？而且摩托车都已经全毁了，对不对？他人却活下来了，这个绝对是不可思议的。有时候我们世间碰到的事情是你是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可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佛教对不对，他要解决的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所以地藏威神力是很不可思议的。好，今天讲经讲到这里，明天是最后一天，我们会点灯。如果各位有莲友有问题就赶快问，不要每次呢都是在最后一天。师父心脏不太好，奇怪，新加坡人都是讲 always do the in the last minute 啊。有些莲友问的问题很好，有些问题你问的这个是私人的问题，请你留个电话，师父会单独打电话给你。因为你私人的问题，我觉得呢不一定我要在这边公开回答，因为这是全程录影，时间都非常的宝贵的。好，最后我们请看回向文第11页第14行。也希望你在这几天听经讲座，了解观音跟地藏的大悲愿力，回去做结愿的时候拿念珠就念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吧。所有一切的众生呢，都会是在诸佛菩萨大慈大悲的光芒的保护中而免除一切灾难，而趋向于无上佛道的。只要你有这个愿心，地藏菩萨是一沾礼一合掌一烧香一礼拜，地藏菩萨生生世世都不会舍弃你的。但是你要升起这样子的虔诚的信愿心。好，请看第11页第14行，一起念：大事誓愿不可撤，运悲周遍成刹国，众生静候是方休，地狱空时愿始习，说化多成无上道，自身由是生闻机，只缘生佛性为一，欲令同获究竟际。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明天是最后一天，点灯，然后就吉祥圆满，谢谢各位。